こんばんは、どうも、ゴです。このチャンネルは中国に関する動画を毎日アップしていますので、興味がある方ぜひチャンネル登録お願いします。今、成都にいます。そう、昨日の動画成都に着きました。だから今ね、外食です。何を食べようか。成都だったら絶対鍋です。あ、鍋です。这个这是在附近吗？だから今は今130米130米。走吧，就是这个。今住んでるところで回って何を食べようか探してみます。这是我们住的附近，我们住在罗马市这个地铁站。然后现在已经是快七点了，这边虽然也很热，36度。でも今週より全然暑くないです。ここにしようか。人も多いし、多分美味しそう。蜀大侠，他刚才说什么连锁店吗？还有名的？哦，对，有名的。还有什么青花鱼火锅？火锅鱼。啊，那个是小吃集。什么小吃集？那个是吃小吃。哦，就是里面都是小吃。啊，还有什么肥肠粉？哎呦，肥肠粉好像没什么人。问题是，你看这些都没人，但是这一家排了这么多人，所以这家肯定好吃点嘛。对啊。人が多いから、やめとこ。別の店に移動します。草帽提鲁串串。就这了。啊，好。几个人？两个。选菜。哎呀，地道，直接进来就选菜，串串，肉，怎么这么少啊？是很少啊，这个。一楼一些都没有的，上面。泡椒牛肉，香菜牛肉，不大的糯，啊，美味，送这个吧，有，这什么？不要，我不要，午餐肉不要。豆干。要粉吗？要凉粉吗？可以啊，试一下凉粉。哦，往凉粉在那里买。凉粉这里也有，那里也有。要不在这里买，要不在那里买。它的粉是热的那种米粉，但是我想试，要不就买一个这个吧。对的，都很保鲜的。凉不凉？菠萝不要吗？你们去哪儿坐？你随便找位置，这里好吧？那就这里了。哦，好吃呀！この店すごく人気なんです。在路边。这个多少钱啊？10块钱这么多啊？那是比广州实在。味はどうですか？おいしい。リュカさんの表情に見れば美味しくないだと思う。見えないね。美味しい、見えない。它这里面有菠萝、火龙果，好像西瓜，蛮多水果的，然后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粉。这些是芋圆吗？不是，都是用糯米做的。葡萄干、花生碎。它如果搭配那个辣辣的串串吃就很好吃。这一份是热的凉粉，这一份是冰的凉粉。我们试一下这热的凉粉是什么样的。这应该是软糯糯的豌豆粉。豌豆做的，好像软糯糯的，试一下。
どうですか？熱い、辛い。熱い。辛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私も食べてみる。我还没吃过这种重庆啊，不，四川的凉粉。我在昆明吃过。那是27号，你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是27。他们，他们点。27这里。好了。再来呢？卡来。哦。但是，阿姨能给我两个碗吗？两个碗呀。啊，谢谢。但是我觉得这个自己没打碟子啊，没有，自己先打碟子吧。哦，这个够辣了，所以就不想打碟了。打碟子不辣，你中间的这些哦。哦，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入味了，哦、不用了。对，我们是广东的。啊、哦，它这个好吃吗？口感不错，是这种软糯软糯的。对，是我喜欢的那种。但是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是这里散发出来的吗？不知道。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思ったよりおいしい。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不好吃哟。嗯，好吃好吃。这个是脑花。两边边就是一个猪脑的脑花，就是两边就是一个猪脑。我听懂了。吃下这个脑花。入味吗？入味，但是没有这个那么麻，它是其他的味道，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嗯，我觉得这个好吃一点。这就是他们的串串。嗯，这就是那种鸡蛋豆腐，特别好吃。火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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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的。嗯，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好吃。这是新鲜榨的橙子吗？对对对。好，干干。没有来，干杯。お疲れ様でした。干杯，干杯。五元です。安い。嗯。是橙汁，好喝。嗯，我猜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吧。六加三呢？130到150。哦，六加三，现在去开一开，看一下一会儿多少钱。去吧。啊？他是来这里才来算价格的。啊，是吧？哎，好，谢谢，蛮多。哦，是按千算价格的。嗯，我们是给我称的，差不多的话4.5毛一根的样子。啊，4.5毛一根。哦。哎，现在有意思，基本上很少有数千千的了。哦，我也在想那个千也不好。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用这个算的，所以丢在里面了。没事，不影响的。那我感觉我快输了。我就说没那么贵嘛。我不知道它是按千算，我以为是按根，因为广州是按一根，一根千就是1块钱。如果一个东西上面插着两根千的话，就是2块钱。刚好66。啊，全部加起来66吗？嗯，全部。呀，碎呢！我就说嘛，100以内我赢了耶。味道合适不了？好吃，谢谢。好，谢谢。好便宜啊！好吃长。我想问一下，这个多少钱？锅底吗？啊，没有锅底。不是，就是这一盘多少钱？大概去称多少钱？30多块钱。36。哦，也是的，也是的。你买那个就好吃啊。速度好长，开心，好吧，走吧，走吧。啊，对，吃的挺少。啊，我们已经吃到撑了，撑了，对对对啊，谢谢谢谢啊，好，好，拜拜拜拜拜，总共67块，加上刚那个10块钱的凉粉，对对，一共77块，哇，太便宜了，好便宜啊，超便宜，果然还是在这种地方吃便宜哈，对，苍蝇馆子，这才属于成都的消费嘛，啊，对，而且他刚刚那个橙汁，它是可以免费续杯的。那反正我们吃的好饱，然后店家也说我们吃的算少的，嗯，我觉得我的食量如果是多多的话，那肯定不止了。他一个人就吃我们两个人的份，我觉得这么夸张吗？然后我们现在吃完了，打算先散一下步，然后再回酒店。食べ終わった。ちょっと散歩しに行きます。哎，好成都的椅子，你看。对啊。
自己家是啥？烤羊肉，正宗烤羊肉。这可是烤羊肉的吗？哎，我发现他们女生都是喝啤酒的。对呀、啊，我刚刚也看到我们隔壁桌的女生正宗烤也在喝啤酒。他们是自己家啊，兔头。我们看到了一家卤味的，很地道的那种卤味店。我们在这里买一点熟食，就是我想吃，后天带去山上可以吃。好吃吗？阿姨，那个兔子怎么卖？兔子6块钱一斤。阿姨，一个星期没问题吧？谁你不打开？不会。阿姨，这个是排骨啊。排骨哎，猪尾巴，那就一只兔子。一只兔子嘛。然后能帮我们切？那抽真空，宰了来抽嘛。对对对对对。一只兔子，哎，别的吧，这61.8。好。一斤多一点。好，然后看那些其他怎么看。排骨吗？吧嗯，这些怎么卖啊？这个60块钱一斤。然后那个牛肉呢？牛肉干100块钱一斤。哦，给我一块试一下，没吃过牛肉。好的好的。来妹妹。啊，谢谢阿姨。特别好吃，哎，我们这个普通肉锅的这牛肉特别好吃，你放心吧，我们在这里生意是最好的，卖了30多年。有点甜哦，辣辣辣辣。本地人买最多的。哎，这个排骨也好吃啊，好不错。猪舌啊，猪舌不一样。也好吃，是不是？不敢。牛肉就这个牛肉好吃，这个牛肉。各种吃各种。那就试一下一点这个牛肉，那些是各种头啊，鸭头啊，兔头啊，还有鸭脖子，这也是吃现成的，没不吃。哎，这什么？肠子。肠。肠子。肠子包成这样的，啊，118，全部啊，好的，全部一百，真空啊。阿姨，这家店开多久了？感觉好像我们30多年了，怪不得，感觉是老字号啊。这家生意是最好的，在这里。开多久了？感觉好像我们30多年了，怪。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す。このチャンネル面白かったら高評価と柴センス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は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バイバイ。バイバイ。